我一定要洗清我的冤枉，撇破你这个自家自主的清白。我想啊，水宝，你真无简单才逃走，哪会让家己走得滑滑？你那是甲对我安怎？那是你家己自主的死咯。 看你靠家安尼做业界的媳妇，足委屈的吼。是哎，莫问遐尼济。嗯，免紧张哦，只要你乖乖听话就无代志啊。我知影你因为我学着康仁和杜承恩检察官了起的代志，我嘛查过你的背景啊，还佮你的后头厝。你伫美国的后生子琪，你是陈面女郎。哎。 我无爱你讲话，你就掂掂。啊，若无你后生真紧就无命。等一下，替我做一件代志，我绝对袂甲你为难。你爱我做啥？这种代志我无可能答应你啦。你会当唔惊死，啊，不过你的宝贝后生还佫遮尔细，讲起来无你遐尼勇敢。 伊头，The Village School，对不？你若敢把我后生，我就跟你拼命！你，哪会跟我生得这么像啊？不过顶下检察官也认唔对啦。既然让你看到我的面啊，我嘛无需要跟你客气啊。你若阁唔听话，我就让你永远消失。 了后，把你后生带走，我保证，我会让你一世人过得足痛苦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啊，不过你不用伤害一般的人。你放心，我只是要大家一个 surprise， 袂伤害任何人。我会安怎相信你？你后生即摆应该拄打完球，伫体育馆等我过去家接。 敢要试看卖，像成这个人？我答应你。叶太太，哇，这礼物看起来这么重，敢有想我斗相共？是要庆祝50周年的家人节啦，我紧，我家己来就好。叶太太。 我可以先生回去，较有礼貌。安尼，敢会互你为难？当然袂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人即马可能就伫附近咯？真可能。家里，啊，这是。 阮后头厝准备的鸡蛋糕，我真有心呢。小红，爱记个亲家说一个多谢哦。嗯。我会替你准备一个鸡蛋糕，让我放弃。等生日快乐歌唱完，你就马上去。鸡蛋糕内底有啥？你毋是讲要伤害任何人？放心啦，只是嘣一声，较大声尔。啊，你若是会惊，你会当把酒客客先较边啊。 各位啊，这是哈，我的亲家啊，代替集团过生日啦，啊，大家做伙唱生日快乐，替大业集团来庆生，来，预备，起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